刘师傅，这是我们早餐店的高太太啦。陈小姐，我姓陈，我们刚刚去泡汤啊，然后现在在吃晚餐啊。哎，那你妈妈出来玩，她都不想回家喽。对呀，别伤心喽。高妈妈早餐店来的哦。我姓陈哎。啊，陈小姐，你打一下，有点太僵硬了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有声之年。